请闭眼。童话人物跨时空，大闹黑夜救杀手。他讲完这些欲盖弥彰的话之后，他马上问了旁边，这个一点节目效果都没有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讲出来？今天童话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来了，有幸福美满的白马王子陈自强和白雪公主白白，两个死对头虎克船长郭彦均和小飞侠 Junior， 邪恶的坏蛋魔镜大爷和后母鸡鸡，以及被诅咒的青蛙王子绿茶和睡美人小优，这些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来到这个杀戮战场，必须抛开过去的恩怨情仇，和新的盟友携手迈向胜利之路，到底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结局呢？欢迎您收看童话故事大全。今天天黑请闭眼呢，在现场呢，把各个小朋友最喜欢的童话故事的人物都请到我们节目现场。对对，其实童话真的非常美，所以你看童话的结果一定是什么？都是好的结果。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呢，童话的人物如果一旦到了我们天黑请闭眼，一样要进入这个生存的杀戮战场。假的童话。那今天到底来的是哪一些小朋友最喜欢的童话人物呢？你最熟悉的都在这儿，包括是人的、不是人的、是动物的，是譬如魔镜。来，首先为您介绍《白雪公主》里的魔镜。魔镜是坏皇后，坏皇后。对对对，她是坏皇后的。嗨，她有点像算命师的角色。接下来为您介绍就是那位狠心的后母皇后。是这颗苹果哦，就是这颗，吃了它，它就是要拿给白雪公主。来，拜拜拜。好，我是白雪公主，我帮你洗过了，来，我帮你擦一擦，擦干净一点。哦，那个服装很脏哎，烫哦，来，吃一口吧。好，这时候白马王子在哪呢？来，欢迎陈自强，白马王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马王子，他是我马子。好快的童话，不舒服的童话。看的童话怎么到陈志强口中就怪了？对啊，我一直觉得这个角色应该找高山峰来演哦，他会更怪吧？白一直配对哦，对对，在上次包青天里面也是这样，他每次都跟我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为您介绍呢，也是大家非常有名的在小飞侠里面的角色虎克船长。怎么在脏哦？哎，好脏！其实谁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杀了谁。那当然就是跟他的死对头。小飞侠彼得潘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梦不落帝国的彼得潘。他就是小飞侠。是啊。哦，是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，他那边就可以飞。对啊，飞一下吧。年轻人的心。飞一下，飞啊，飞啊！小飞侠，飞啊，飞啊！小飞侠。不要飞起来！不要。他不是那个小飞侠。世界就飞不起来了。你需要那个粉 ，OK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为您介绍这个就是一辈子都睡不饱的睡美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睡眠不足的睡美人。你会不会在我们游戏进行当中随时都在睡觉？不会，我不会睡着。好大力！好累，不要转，会弄脏啊！我就跟你讲，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邀请到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童话人物，包括有人的，有不是人的魔镜，还有不是人的动物。小朋友会不会换天机？会不会？青蛙王子，大家好，我是青蛙王子。青蛙王子。都是小朋友大家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些故事，但是一旦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尤其大家一起为了要抢，就像金银宝，金银岛里面的那些财宝的时候，因为如果要是在我们的节目游戏里面能够存活下来的人，可以得到高额的奖金。对，谁真正能够代表那个角色拿到这样的奖金呢？想清楚，谁会是你的朋友，谁会是你的敌人呢？童话故事里的角色不见得还是这么固定喽。来，请发牌。每场杀人游戏将有八位来宾参与，以抽牌决定三种不同的角色，代表邪恶方的杀手，以及代表正义方的警察和平民。游戏分回合制，
每回合分为黑夜及白天，黑夜来临时，杀手将会杀害一位玩家，警察则可指认一位玩家，并预先知道该玩家的身份。白天来临时，所有生存玩家在讨论过后，可用投票杀死一位嫌疑最大的玩家。当杀手全灭，则正义方获胜；反之，当警察全灭，则邪恶方获胜。究竟今天的正邪之战结果将会如何呢？发牌决定游戏的三种角色：杀手、警察以及平民。而今天的杀手是坏心肠后母和彼得潘，警察是善良的白雪公主和青蛙王子，平民则是魔镜、白马王子、护客船长和睡美人。这场游戏颠覆了原来的正邪角色，到底是正义方会获得圆满的结局，还是邪恶方会夺走所有人的美梦呢？你们想要杀谁？想清楚，然后看看谁刚才的表情最不像是能够帮助你存活到最后的人。准备咯，白雪公主不要在意。童话人物都在这儿，谁是好的，谁是坏的呢？天黑，请闭眼。睡美人最喜欢听到这个。对，直接睡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请杀人！哇塞！确认。一个晚上杀绿茶呢，其实是我非常巧妙利用的。绿茶在心里面把我误认为是他兄，就是他心里面把我当作是他兄弟的这个心态。我希望他在旁边的时候呢，被关到里面去的时候呢，他是我一个有力的证明，证明我不是杀手，因为我是他兄弟，怎么会先杀他呢？非常巧妙利用绿茶这个心态。我第一个晚上杀的是绿茶，但其实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不经意人就会顺着他那个方向，然后比过去，然后就选了他，就是跟我们之间私人恩怨并没有太大关系。而且重点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选他，是我们两个同时都选了他耶。杀手请闭眼，警察现身请睁眼。警察请指认。警察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哇，那天亮不是谁是杀手？杀手哇，没有，青蛙王子在天亮的时候的要有旁边这个还在睡。起床啦，起床啦，睡美人，就算是睡着了也不用打呼啊。不要人亲我啊。但你现在青蛙要亲美人了吧？我要王子啦。他是青蛙王子而已啊，那你就先亲他，让他变王子，然后他再亲你，把你亲醒。哦，对对对。真是心急的田鸡啊！所以在刚才的过程当中呢，好，睡美人要亲一下才能够起来。嗯，那白雪公主就决定不吃苹果，因为你怕王子会趁机亲。我饿死了，我也不要吃。我真的帮你擦得好干净，已经超亮了，你打喷嚏。狗毛很臭。你觉得不吃就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啊？不是你吃了，你觉得吃了苹果才会死？不吃就不会死。我吃了简直昏倒而已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还不赶快吃？白雪公主，我来了！你要去哪？很痛哎！白马王子，你到底要去哪吗？你为什么去？衣服又一个跌倒妹，我忘了，昏倒了。他说：“哎，我怎么醒啦？因为跌倒就会醒啊，王子。”所以他到底是挂了？还没，都歪了。还没。基本上。对于青蛙跟睡美人来讲，你们刚才一直在讲谁亲谁，因为青蛙王子是要在白天的时候公主要亲一下，不会是我吧？然后睡美人是亲一下才会起来吧？我好不容易扮那么漂亮，哪里呀？哪里？漂亮？哪里呀？你回家啦！你把睡美人跟毒咖搞混了，好不好？我瞎了，你也瞎了。我身上睡眠不足嘛？对，而且我估计
讲，你不止那个黑眼圈也就算了，你看你身上那个花弄的，你哪到底哪一个衣服是这样漂亮？你以为你是花？而且枕头还是随便的。尚哥，不要这样子，因为真的有一点味道。真的吗？哎，你们都没有人愿意亲一下青蛙王子，然后让他变成王子、啊？他是田鸡啊，为什么亲田鸡？这样吗？因为我肚子很饿哎。快点，谁救我？我来救你啊！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啊，帮一下青蛙王子的忙好了。不要了，等一下。我现在只是在告诉大家，童话故事是这样演的、啊。那欣然牺牲一下。不要，我喜欢看青蛙的样子，青蛙比较可爱啊，比较可爱。对，因为你把它脱掉之后也看不出来。我必须讲，你现在想在节目上吃豆腐到这种程度？不是，我要变青蛙王，不，我要变王子啊。不是，因为你那个变身的过程对我们录影来讲太麻烦。对，你每次天黑呢，大家都最后呢还要等你变身变青蛙，然后到了白天又要找人亲一下你才能变回来，还有人家亲你，不如让你早点死，真的。来，算了啦，就是我，青蛙王子，你被杀掉了。什么愿望？就叫你不要变天蝎，你不能让我私底下的音乐就这样讲我。阿泰，我只叫我的手，你看我拿主播，你在哪里？这样讲拿主播，我。别别别！好几个。在我死之前，我有个愿望啊，什么愿望？什么？问他谁是杀手？后母，过来亲我吧。如果要是都没有人要理你的话，你就要变成就是一直穿着这个青蛙，帅帅死掉。为了证明不是我杀你，我亲你。哇！那你要亲一口苹果吗？不来了。你有看我穿的衣服？你有在擦？青蛙王子，你完全没有感觉到，你死就算了，还要给他亲，你干嘛给自己找麻烦呢？你只是想吃豆腐。不是。给自己找麻烦。我又变青蛙变王子，我哪里做这样的奉献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而且，我一直觉得立场，你到现在都不愿意把那个青蛙的那个样子拿下，你很尽责哦，你很敬业哦。对，陈志强老师精确的这个分析要开始。你是白马哟，白马王。好，今天说白马王子，随便你不要去夹着好吗？刚刚不要夹着马好吗？刚刚怎么样？马不舒服，马可以先拿开。刚刚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示范，如果他是杀手的话，嗯，他做了什么事？杀错。他为什么要讲一句说，好，我为了要证明我不是杀手，那我去亲你好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说证明我不是杀手。现在是我在分析的时间，你叫他。现在是股市解盘了。脾气好差。然后好凶哦。他讲完这句欲盖弥彰的话之后，他马上问了旁边，你是不是杀手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你是不是杀手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哦，这个一点节目效果都没有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讲出来？我又变青蛙变王子，我干嘛要做这样的奉献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要解释。节目之前他说绿茶，我要杀的话，我第一个就先杀你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就已经先放话了，难道不就是你马后母？赶快亲我吧，你！赶快亲！你这两句为什么要杀起来呢？特别僵硬啊！特别僵硬，我想要他亲你啊！让大家进行下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要亲你啊！把青蛙王子带走，拜拜！你快，快点亲我，快快！爸，哎，走开了，不要再吐口水了。好 ，OK， 给他一下鳄鱼。白马王子可以坐下了。好，白马王子好，包括青蛙王子，包括白马王子，挂上王子的人都说你是杀手。真的不是，是因为刚才他说什么是不是我杀他，然后我才说不是，是不是他？嗯，然后他就说不是他什么的，所以我才会每一个都问。OK， 我一直融入在后母的角色。在解释，那你觉得？那你觉得是谁呢？如果不是你？我本来以为是他，因为刚才我听到这边有声音，但现在我怀疑是陈志强。OK， 他现在讲这句话的原因，他是希望说大家来指认我，我能够被送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想，我只是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一直赖到我身上，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刚刚的一些言论，嗯，露馅。魔镜，不是，告诉大家，你至少亲我一下，谁是杀手？人也变青蛙。我觉得是，这是你吗？睡美人。还真的哎，始终如一。他刚才不知道讲话是激动什么，整个睡。
不行。对，你知道他刚刚其实黑眼圈没有画这么黑，他只是想要避开大家看他的眼神，他就把那个黑眼圈画这么黑。哦，就是因为我很敬业，而且你是不是又闭嘴了？你声音怎么？你是不是又不想亲他，所以就先把他杀了？对呀、啊，一定是你。你今天隐藏的，我真的觉得你不要把私人恩怨抬到这个台面上。我今天早上也帮你买咖啡。哦，好，睡美人不要再闭嘴了。那你觉得谁是谁是杀手？我真的觉得那边太抢戏，其实真正的杀手在这里。啊。因为我刚刚在睡觉的时候，虽然我刚刚在睡觉的时候，虽然我刚刚在睡觉的时候，虽然就是干还是剩？不是，你知道我可能就是晚上真的有去熬夜什么的。反正你好，大家听我说，我刚刚在睡觉的时候，因为我多年睡眠习惯的话，有什么杂音我都听得到。刚才隔壁有一些杂音，所以一定是在我附近这两个换衣服啊。No， 这种杂音，而且还掰得出来。因为你这个胡须那个毛的声音，没关系。我刚刚在睡觉就听到。前面那个毛的声音是什么？紧张，那谁谁谁谁谁乱讲，好来，怎么办？什么？他高一招了。刚刚我发现他莫名的激动，我们所有的杀手指到那边的时候，他莫名跳，你看装睡装死，对，他莫名的激动，然后等到我要指认他，就立刻先从我们这边开始，没错，非常明显哦，而且所以觉得是他。刚刚晚上的时候，我真的感觉到我们左边这边有真的有动静啊。等一下，至少这边有一个，这边至少有一个，但是杀手不可能杀青蛙，不可能杀自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杀手怎么可能自杀？哦，你说他自己一定不是杀手，一定是睡美人。OK， 一定是你。你们两个在那边洗洗死尸的。谁洗死的？就是你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要投票，票数最高的人要被西雅送进去刑球。刚才被点名比较多的几个人会优先投票。你觉得睡美人小优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哇！杀手就是他！耶！耶！不要高级，你好有人缘哦。西雅，这样还没睡着，先赶快带进去，赶快睡。不要走了啦！你快走啊你！你要死不要挡到我的 camera 吗？哎呀，睡美人小优，你不能因为要去行球就在那边装睡啊！等一下可是会让你做噩梦的哦。白马王子要死了，留下最后的预言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理清楚。你不要碰我！你不要这样讲我！第一个杀手是吉晴，你想够快的吧？第二个杀手没有错，就是。两位杀手后母和彼得潘杀掉了警察青蛙王子，而刚刚的投票大家一致通过，把睡美人小优送进了刑囚室。最新武器，最物理。
了，不要再射我的脸了，我靠脸吃饭了。哈，你靠脸吃饭，来，拿来，不要这样，还我票票枪。刚才那遭逢这么大的劫难，但是呢，他就一直讲说你不是杀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不可能杀青蛙王子啊，毕竟我旁边两个男的，我一定要一个亲，我不可能杀他们呐。哦，真的，所以彼得潘啊。可是再怎么样，我还是要一个人亲我，所以我不可能把我旁边人杀。没关系啊，到最后的时候，胡克船长或什么他都可以亲你啊。但是我想说，隔壁的就是人比较好，比较会亲我，像刚刚他已经要亲我，我怎么可能把他杀了？哦，所以一定是你。还是我让他，我让他讲，让他讲。他现在破绽百出，他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刚刚被打成睡美人，被打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还要经过一轮的投票。是的，因为刚才他票数最高，而且是全票嘛。对对，这一次投票票数最高的就要送去跟青蛙王子作伴，是出局了。想清楚，刚才个人恩怨是一回事，想要存心看他被整是一回事。我只是个死老百姓啊。接下来是攸关谁留下来对你会有帮助了。准备好了？你觉得经过刚才那段，你还是认为睡美人小妖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彼得潘一票，大翻盘的，请放下。为什么大家大翻盘？我刚才有一度有一点就觉得，你为什么要走音？本来一度是什么？是你闭声说的。他一直在走音。因为我觉得他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投票。所以小妖就有一票，睡美人就有一票。刚才后母。有被点名？不要啦！你觉得后母皇后是杀手的？不行，不行，重复投。好，你觉得后母皇后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他搞不好是警察，没有。对，搞不好是警察。好，放下。他就是后母啊。没有，到目前两个人只出现一票。对。你觉得魔镜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哎，怎么只有魔镜三票？这个时候就是认为就是你。好，来，请放下三票。是有，就是你跟彼得潘。好，你觉得你好烂啊你！你好烂啊！自己演一个戏，自己演戏自己好。你觉得彼得潘绝对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虎克，快点，呼呼，快点！你哭什么？他不是，他不会，他不是一票，所以现在出现了五票。OK， 还有两票没有投，我还没投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胡克船长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我知道谁是。那你干嘛不投嘛？哦，所以你觉得白马王子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没有，没事，他不是，他不是。那结果，你觉得白雪公主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就是你，你是你，那个你都不说话，你的所以白色的大脸。白，你说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你是你的白色大脸，魔镜有点失控，我收回我的话，魔镜有点失控。怎么会拼两瓶？好，现在可以肯定是魔镜有三票，白雪公主有两票。哎，白雪公主在过程没有被点名哦，然后就有两票。白雪公主真的很可疑，她异常的冷静，刚刚就一直看着。接下来只剩他们两个人 PK 哦，想清楚，相信你们两个人各二十秒跟大家拉票。跟我的一定是来逻辑，是我，我敢放。为什么不是？拜托，我怎么可能是？我从刚刚就一直坐着，而且我这批的这个谁是站着？就只有我跟谁是站着。如果我是杀手，我刚刚就不会投给小优了，因为你讨厌我。相信我真的是白白，因为他从刚刚都没什么讲话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平常没有这么安静，而且他一直都这样看着别人，他太紧张，他手就他有这样看别人，没有，他真的被发现了，我怎么可能陷害你？我当杀手不是这个样子，我不可能是，我很诚实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杀手？我绝对不是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杀手是白。好来，等一下，那我再问一个你，谁是最漂亮？最漂亮。我，所以你就知道我不会说谎，对不对？只会骗自己。白雪公主，二十秒。我真的不是杀手，我觉得一定是魔镜，因为你只要有童年的人都知道你跟。他们现在出唱附随，根本就是黑名单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魔镜是不是杀手，但是真的，我也肯定你不是。
你不要说我不是乱，你真的，你现在赶快帮你自己对，因为现在只有两个人。因为我现在搞错了，你要帮自己讲话。我觉得一定是魔镜，因为有童年的都知道，你跟坏皇后一直都会想要把我铲除。可是我觉得坏皇后，刚刚虽然我一度觉得你是，可是后来我发现你好像很真诚的在观察。对，那我觉得你应该可能不是，但是我一直觉得魔镜你那边默默的，好像要陷害我。因为我请了你之后，你又你看你又开始说话了。两个一定要有一个出局，七个人都要投票，想清楚。票数最高的人就要出局。好难，你们提出来那些论点。刚才魔镜的票比较高，所以从魔镜开始。你觉得？真的魔镜大爷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魔镜吗？魔镜。啊，你们这样讲魔镜啊？真的是相信我。两票，三票，三。班有吗？好。彼得潘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白雪公主。没有，彼得潘相信我。是魔镜，他想陷害我已经很多年了。白雪公主跟魔镜在对垒，然后这个白马王子不断相信我。对啊，好像是你耶。好快，他在保护我。先发，先六局。好，我相信。OK， 好，魔镜四票，出局。魔镜，你看你，我也不是魔镜，我是一坨大便。出不来了，好好笑！我只是个平凡的女子，也不是魔，就把它撕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魔镜，魔镜，你最后还有一个任务，你告诉大家，那你觉得杀手谁？谁是谁？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是魔镜啊，不是，你就是啊！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是杀手，他等一下就会裂掉。他是杀手，不是？他等一下就裂了。谁是杀手？白雪公主，相信我。好，来再走。好快！相信我是白雪公主。不是我，你还想陷害我？哎呦喂！还撞到，太高了，气死我了。好，接下来剩六位。是谁？如果过程当中警察或杀手两个人出局的话，游戏就会随时结束。魔镜走了，青蛙王子走了，还剩你们六位，大家准备好，下一轮马上要开始。到底会留几个警察，几个杀手？不知道。魔镜很无辜，其实魔镜什么都不是，他真的只是。对呀，我你干嘛骗我？你干嘛骗我？你干嘛骗我？他现在只是在救一个他心爱的女人而已，十几个无辜的人，在演，我不只在拯救一个我心爱的女人，我更是维护世界的和平。你是超人，白马王，你是王子，不是超人，你是白马王，你只要救白雪公主就好。你是骑马的人呢，不是超人呢。各位，世界和平就靠我了。干嘛？好啊，你去哪？好难看哦，好难看哦，好丑。好，来准备了啊，要进行下一轮了。想清楚，谁留下来对你最有利？天黑，请闭眼。来，帘子，请放下。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杀手，请杀人。哎呀，好恐怖哦！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至于第二个晚上杀志强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已经在安排了为什么要杀志强。杀志强的时候，大家就把所有杀手的矛头完全指向的 Gigi， 就不会想到我这边来，所以把志强杀掉是很企图的栽赃给 Gigi。好，因为陈志强呢从头到尾都咬定我是杀手，所以我就故意先把他杀了，然后呢就是。这样人家就会觉得，哎，杀手应该不会这样做，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应该不会是杀手。杀手，请闭眼。警察现身，请睁眼。警察，请指认。知道哈。警察，请闭眼。现在就没有那个烦人的青蛙来乱了哈。真的。来，天亮，请睁眼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有人杀我。真的吗？我感觉是谁杀你？有人杀你？白雪公主。可是他们这么爱杀了我，一颗苹果都可以让我昏掉。装无辜。啊哈。是，我讲的是。装好人。好。准备走了吗？啊。五克船长。五克。五克。真的吗？没有啊，是你要演这，我就顺着让你演下去啊。好，拜
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人世间这么美丽，我的天敌被解决掉了吗？不是，小五哥通常第一个就叫你亲，我不亲。搞不好是王子是杀手啊！你看他抽了尾。你为什么觉得王子是杀手？王子，其实呢，他已经忘了他的角色，他的角色是来玩游戏的，他不是上一次的那个星际大战，他是玩游戏的人。他每一次每一个人呢，他都一直在分析分析，说什么要杀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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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导致我们大家都在听他的。啊！哎，结果有可能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我可以先死，不过你们大家一定要把他杀死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因为他被杀了。不要急，你还没有什么胡克专的，还没有什么要分析的，各位委员还没什么要分析的。你好坏哦！彼得潘，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理清楚。你好坏哦！你好脏的家伙！你竟然这样子一个个杀掉，你利用他把魔镜干掉，那你再把他干掉，你太夸张了。真的，好，王子，王子要做临死以前最后一集，对不起，吓到你。王子，你再做个精辟的见解。怎么样，王子？我告诉各位，你有什么遗言？我刚刚只念一直只找到一个。节目开始不久，我一直只发现一个杀手，就是吉吉。我一直不说不出另外一个杀手是谁，但是在刚刚举手投票的时候，我已经发现了另外哪一期啊？谁？这期啊？我已经发现另外一个杀手是谁。第一个杀手是吉吉。你想跟我坏色吧？第二个，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杀手没有错，就是彼得潘。是你？我就说是你的。为什么是彼得潘？激动，先听我解释一下。我现在强烈的，刚刚在举手投票魔镜跟白雪公主的时候，为什么要保护白雪公主？我为什么要投魔镜？因为她是我马子，我当然要保护她。但是其实，在投票的时候，我在为什么我要拉着彼得潘说为什么？赶快投魔镜，不要投。对哦，他那时候还，他眼神怎样？故布一阵，要怀疑一下说。对他还在那里。屁啦，又你要投他吗？我要投。其实他心里，他心里根本没有底，他根本不知道投谁，因为他自己就是杀手。原来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一直很怀疑到底要不要跟，但是他跟你讲这见解，他的笑容从头到尾，他的笑容告诉我一切。在选举，在那边想说到底要不要娶他，其实。后来还是跟着我举，因为他只能就是选一个嘛，他自己没事就好。魔镜大爷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魔镜吗？魔镜。魔镜。啊，你这样讲，真的啦。真的是相信我。两票，三票，三。有吗？彼得潘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白雪公主。没有，彼得潘相信我。是魔镜，他想陷害我已经很多年了。白雪公主跟魔镜在对垒，然后这个白马王子不断相信我。对啊，好像是你耶。好快，他在保护我。恶心吧，谁没有举？好，我相信。OK， 好，再来。第二点，拜托制作单位不要把我的话剪掉。不会的，快点，你还有二十秒。我说快点，你还有二十秒。好，刚刚他们两个在斗的时候，我被杀了。那个谁，彼得潘第一个站起来说：“哦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我跟你讲，然后把话给别人，真的不要说太多。刚刚剧情被我发现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话说太多，所以被我发现。那如果我不是杀手，好，来把陈俊良带走，随便你。好啦，彼得潘。帅一点，门帮我打开。赶快，门打开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老师，音乐给我。平民白马王子，临终前精辟的见解，完全指出两位杀手的破绽，这对案情是相当有帮助的哦。彼得潘疯狗乱咬，虎克船长变成替死鬼。我觉得你们两个越来越像杀手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想一下。跟我讲，当我跟彼得潘已经快要露出破绽的时候，他现在就像疯狗乱咬，人在找我出来咬。哦 ，OK， 好来，对，我疯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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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搞你在，你们两个给我杀了我就好了，搞你在。天黑请闭眼。
两位杀手怕夜长梦多，昨天晚上杀死了狠角色陈志强，而谁会是下一个出局的人呢？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投票。可是每个人可以先提出你的看法，谢谢。就如果我是杀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杀他，因为杀他就代表，因为他一直讲我，所以我把他杀了，就露馅了。对，我就露馅了。OK， 那谁是杀手呢？我现在反而觉得白雪公主跟我若是杀手，我觉得应该是。你看，继续举谁？他指谁？他都不敢举，指彼得潘。我讲，你刚刚有听到我刚刚讲彼得潘？没有。我刚怎么讲？我后来讲说，我就开始讲。等一下，你问，我要讲。是这样讲，白雪公主，她说是你，我觉得是她，因为她一定怀疑我是警察。嗯，或是你，而且刚刚我已故的王子，已故的王子，他刚刚跟我说的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道理，他就是一直指向别人。OK， 对，然后我觉得彼得潘的话，刚刚他在这样激动，他都已经整个他了，因为你在那边救他，你在那边起心动念，等一下，彼得潘，来，你先辩解。我跟你讲，他之前为什么我之前会怀疑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一直觉得是他，可是他被带进去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感觉有一点点改变。然后这时候王子说魔镜的时候，我很信任王子，我觉得他很分析很精辟，来很多，很中肯啊，有可能是魔镜。可是其实我那时候有一点承认我分析得很精辟了，我真的那时候觉得你分析得很精辟。然后呢，我又觉得有一点可能是白雪，因为白雪公主刚才坐在那边就这样子看大家。你应该看出我是杀手的样子。如果你觉得是我的话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杀手。好，绕过一圈，我发现了有一个人，我现在很深刻的怀疑谁？骨科船长。为什么？来，因为他在我旁边一直就是大家讲什么他就。附和一下，附和一下。你说编事的时候，他都说对。现在在看节目 ，OK， 好，来虎哥，看节目的人一定都知道。而且为什么？而且他看到小优杀我的时候，他一开始，然后也跟着杀小优。虎哥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只是你的刀标一直在我面前晃。现在现场四个人，一定是有人是两两成双的。是为什么？我不敢说是后母跟彼得潘他们两个，我觉得很有可能两个不是警察就是杀手。但是。我觉得你们两个越来越像杀手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给我想一下。好，没关系。好了，主持人，你反正有讲，你觉得后母，而且涉嫌对，而且我跟你没有虎克。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讲。你们两个在演他们来了。等一下，他们两个，你不要讲哪两个人。我有彼得潘跟后母。后母跟彼得潘已经快要露出破绽的时候，他现在就像疯狗乱咬人，在找我出来咬。哦 ，OK， 好来，对，我谢美人，我疯狗，我疯，你在高丽菜，你们两个高丽菜杀了我就好了。高丽菜，不是有那么久？好，跟三绿有喝酒，高丽菜，你先不要吵。怎么样？等一下，谢美人来，萝卜丝，我最后。分析，刚刚听完一轮，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，刚才要一起投魔镜，大家要杀魔镜的时候，彼得潘就在那边演。哎呀，可是这是睡美人，他没有那么娘啊。因为我有分析过，你从里面出来，我就觉得啊，随便你。当大家都要一起投魔镜的时候，你还在那边演说应该是睡美人吧？哎呀，就是你，就是我来搞。他还在演，因为他到那时候还在演说，让大家觉得是我。彼得潘，好，彼得潘现在有点变小灯熊皮。好 ，OK， 就只剩你们五位，烂哦，大家都已经发表过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投票，票数最高的人就直接送出去出局。想清楚，只有一个人会出局。刚被点名比较多的，从他们开始。后母，你觉得后母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后母，两票。啊，先杀一个。如果杀一个，三票，彼得潘都四票的话，哦，四票。OK， 放下。因为我很确定，杀手嘛，杀手杀我。对，我是这样。黑吃黑。你们怎么会这么杀啊？我在家，你们有没有在听？什么事啊？后母，因为魔镜不见了，魔镜，你赶快让后母看一下。我看，我看。你一直在找他，不是？后母，你赶快进来啦，快点。来，后母票数最高，四票，来带走。笨蛋！哎呦，真的好。气死我了！你现在是不是不想跟彼得潘，对不对？你告诉你们，我
就是你啦！怎么可能？加油！只剩下四位，好，这苹果了。四位，我刚刚一开始就跟你们讲，杀手或是警察都出局的话，游戏就随时结束。所以在这，恭喜在座四位，你们有资格进入下一轮。还有啊，最少会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杀手跟警察在现场。好，以后平民。想清楚了，警察跟杀手。你在假，你一定要有警察跟杀手在。请闭眼，帘子请放下。哎，这几个怎么都不走？来了啦！帘子要。Hello。谁报三？杀手现身，请睁眼。杀手，请杀人。纸，快包不住火了！杀手彼得潘，今晚要是没除掉警察白雪公主，下一轮的投票就危险喽。出局后，大家开始怀疑彼得潘也是杀手，而他在今天晚上会杀谁呢？杀手，请杀人。确认。第三个晚上杀白白的时候，是我认为，假如我杀的不是白白，是另外两个，会非常的明显，让我在这里面的怀疑度增加。所以呢，我先把白白杀掉。白白杀掉之后呢，我们三个属于可疑性比较高的人，在竞争的过程中，会让人比较多疑心在里面。杀手，请闭眼。警察现身，请睁眼。警察，请指认。警察，请闭眼。天亮，请睁眼。天黑的过程当中，现场的四位幸存到最后。杀我没意义。白雪公主眼神好害怕。杀我的话还要再继续玩。我不是杀手，你不是杀手，你是警察。真的不是白雪公主吗？他说杀他没有意义，他不是杀手，也不是警察。那杀你呢？杀我的话，答案就很明显了。那如果杀你呢，彼得潘？怀疑我。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杀掉，自杀是吗？非常有可能杀掉。睡美人，我觉得是我。真的，你是杀手。我黑眼圈都怎么生了，还要杀我？再去睡美容觉吧你。白雪公主。啊，肉哥。真的假的？高丽菜一定是你。我都吃苹果，不吃高丽菜，你就杀我？是他吗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装傻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你杀他。我死或不死，我都知道杀手是谁。哦，是谁？开始在演戏。你知道另外一个杀手是谁？好会演。如果你死的话，你知道另外一个杀手是谁？如果你死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死的话，杀手很有可能是白雪公主。他都被杀了，因为他不会，因为他要把这个范围缩小。我是危险人物，会制造惊喜。相对我活下来的话，那会是谁？杀手很可能就是我一直坚持。你说这句话，对你很大。我真的，你在那讲什么东西啊？真的，你讲这句话对你帮助很大。我觉得你是你的苹果嘛，不要乱讲话。我跟你讲，他，我活下来的话，杀手就更有可能是他了。睡美人，把我留着。就是有一个靶在那个地方。他只是睡傻了。OK。如果我是杀手，我真的会很想杀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这个困扰，因为白雪公主被杀了。杀了我，不错。就剩他们两个了。
睡美人亮牌。死老百姓，我只是个死老百姓。就是你，你当然杀我。你是个杀手，你要杀我。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就是他。搞你了，你还先说，随便搞听是鬼，说我是杀手，就是另一个杀手。我还必须大义灭亲。另外一个杀手谁？你把另外来，另外一个杀手，不是啊。只不过比较不幸的是，一开始那位还有一位警察来亮牌。好，耶！杀对了。第一天晚上来就幸福了。我一个人有多辛苦？不是，你还好，你还好，还有一个白马王子在旁边呢。分析起来超有逻辑的。为什么那时候我要叫大家投他的票？因为我要保护他。那就算陈志祥在中间呢，分析的再准，但是呢也没有办法支离回天。最后要恭喜杀手彼得潘。耶！参与，也希望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。天黑请闭眼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